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出一口气的面纸套，总计是六款，然后分别是维纳斯，然后大卫像，然后复活岛的巨石像、自由女神跟法老的棺木，还有一款，这款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可能要自己去查一下。然后商品总计是这样。既是巨石像、自由女神不知道的东西，然后这是维纳斯，然后这个是大卫，这是法老，然后的后面就是它后面的造型都一样，就是一个鼻子的意思，鼻子一个字这样子。然后我之前有看人家放那个湿纸巾啊，因为它湿纸巾放起来是比较刚。是完全很刚好可以放进去，可是因为它的这边的设计，你变成湿纸巾的这个还要掀起来保湿功能，这个必须把它拿开，所以实际上不建议放湿纸巾，比较建议是放这种我们大家外面比较常看见的那种10元或者是10元2包或者是5元1包的那种面纸，然后使用方式就是这个打开。从后面这边放进去，我看起来就像在抽鼻涕这样子，然后一张就可以使用。可要稍微留意是它没有防水了，所以实际上放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放在包包里比较安全。然后上面有做一个吊环，可以让你挂住。商品总计是六款。